出新预数字，看看台中购物节的百万现金奖落谁家。我们公司抽出100万现金奖，得主就是您。不过得主的反应是：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台中购物节第一个月的月月抽。 那我们今天抽出两个幸运得主哈，100万，不用怀疑，台中购物节第一个月月抽，27日抽出2位百万得主，市府将整座城市打造成刷屏 mode， 在台中消费就有机会得奖。我们台中购物节 APP 哈破170万次的加码抽，第二个月哈，我们台中购物节的这个抽奖的活动，我们每周哈都会冲出12个10万，我们每天哈。 会送出1700组的3000块哦！举办草地音乐会，让大小朋友同乐。台中购物节，让还没来得及买机票出国的民众满足购物带来的惊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